大家好，而家系早上6:30，咁早嚟到旺角柏景湾做乜嘢呢？原来有新路线啦，九龙市区巴士路线16P 由九巴营办，来往旺角柏景湾及观塘码头，途经九龙城、新蒲岗、九龙湾商贸区。此路线于2023年11月27日投入服务，为方便大角咀、旺角及亚皆老街沿途乘客来往九龙湾及观塘商贸区通勤。现时由旺角、柏景湾开出的班次服务时间为星期一至五7:50，由观塘码头开出的班次服务时间为星期一至五下午5:30。此路线于2022至2023年度巴士路线计划中提出，目的为配合九龙东商贸区的发展，建议于星期一至五公众假期除外繁忙时段，由第16号线调配资源，增设特别班次16P。同日起，九巴提升16X线，延长平日早上蓝田往旺角及下午旺角往蓝田的服务时间，并增设周六服务。此外，16X线来回程将改经九龙城天桥及亚皆老街天桥，取道更直接路线往返旺角及蓝田。16P 走行用车为 B8T349F42。好啦，准备上车，睇下呢架车有几快啦！
頭啦。今集就去到咁多先啦，感謝你收看，請期待我哋下集嘅新路線系列喎。